较健康啦吼，较会快乐啦吼。啊，咱今日非常的欢迎咱参加咱不老运动，即跟我们邮政哦，邮政出来走一走啦哈。啊，而且咱寿险甲咱寿险处啊，甲咱中华邮政这吼，拢有甲准备较好的活动啦吼。啊，鼓励咱出来行行的吼，大家身体当健康吼，大家当身体健康，咱跟着扭一扭，大一点啦吼，大一点哦，哎。右边、左边，摇摇手哦，动一动，哦，动一动哦，等下有一个导览活动，咱先动一动，摇一摇哈，啊，活动筋，活动筋骨，哎，哦，跟着摆动哈，跟着摆动哈，哎，拍拍手，动一动哈，活动筋骨，就能。让身体健康，哎，摆一摆，动一动啦，吼，身体健康啦，吼，咱食饱饭啦，吼，咱身体会当足勇行的吼，身体健康，哈，拢出来行行的吼，出来行行，啊，咱啊啦，感谢着咱迄个中亚吼艺文中心借咱建设的场地啦，吼，咱当来遮走一走，动一动，吼，咱邮政中华邮政嘛，希望讲咱遮长青组会当出来运动，加运动，吼，啊，长青。长吼、哦、啊，会当长照短吼，大、哦、家身体健康，咱就免照顾啦吼，咱就长照这设施就免遐济啦吼，所以讲大家身体当台湾进入吼老人的社会吼，啊对阮遮咱老人长者吼，我们是讲看因会当讲大家活得愈健康，啊所以阮来办一个中华邮政的不老运动，对银发族吼踏青哦乐悠悠的活动哦。希望咱只银发族啊，会当较早出来户外，啊，大家联谊者，大家互相拢会当开讲吼、哦。因为吼、哦，咱台湾的长者吼、哦，都主要显示来讲，迄、那个长青短，长照长，啊，拄啊含欧美国家拄啊算讲倒并，咱平均哦，咱台湾的迄个长照七天，人欧美国家是。两礼拜至一个月，这只来讲，这安尼只来做唔好，所以咱一定要甲改变过来。啊，阮邮局首先来响应，这届是第一届办的，阮会检讨了，吼、哦，啊明年会继续办，啊办如何？吼、哦，啊第二吼，阮、哦、有请迄个总的糖厂的迄个专，迄、那个专门的导览来甲这导览啊，除了运动以外，还有一个助兴助理，让他们吼、哦、会当讲。诶，实在咱这个地方有遮好的所在。第三，我有做一个简单的健检运动，牛血压啦吼，啊，我请护士来吼。虽然讲伊无请教，咱这是护士。啊，第三吼，我有一个摸彩，啊来参加，拢有当分模啊、分纪念品吼，啊，佮一寡点心会当用吼。这是阮今仔的迄个活动是安尼，车专程车一点钟左右，这是算讲打开始举办也好。阮会继续办，哎，检讨了会愈办愈好安尼、嗯。今仔日会参加报名120个啦，吼。阮也好，阮阿伯一直扩大安尼举办。一二三，哎、欸！来，再张画 A 来，一二三，耶！来，咱就弯腰摇头哈，一二三耶，拢这边哈，好哟。一二三，我过来。一二三，我过来。来这边，我来做笑脸的。一二三，我过来。